你覺得你有咩成功啊？我覺得我成功之處係有信心。哇！好嘢！好啦，俾啲掌聲佢啊！咁我梗係唔可以唔問我哋嘅威猛嘅 Albert 哥啦，係嘛？你覺得你咩成功啊 ，Albert 哥？成功，我覺得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啦，同埋可以喺香港呢個咁豐富，即係唔同嘅知識啦，同埋唔同嘅人，即係因為香港係有西方人、中方人啦，咁多人唔同圍埋一齊咧，就會融合咗好多文化，咁我可以知道更多嘅嘢咯。你嘅成功就係原來你係可以有好好嘅社交技巧，了解咁多人。你嘅成功就係喺裏面自己有自信。話俾你聽，你個咁嘅個有冇人覺得自己失敗啊？失敗感呢樣嘢，我諗每個人都有經歷過。但係當你失敗嘅時候，話俾你聽，失敗不能失意。OK， 我失敗過無數次啊，但係我從來都唔會失意嘅。失敗就係我最過癮嘅時候。我就睇下我自己有幾多，因為失敗就好過癮嘅，因為失敗咧好實在嘅嗰種感覺，成功就好飄飄下嘅，下一步點咧？下一步點唔知做乜？失敗好簡單，我出嚟搞翻掂，再搞翻掂呢件嘢成功噶啦嘛，係嘛？有曬目標，知道曬有咩錯處，只要有咩唔妥，做翻次搞掂。失敗係好過癮嘅嘢嚟嘅，因為失敗就話俾我聽，我一定下一次成功。但係成功咧就咪話俾我聽下一次成功喎，下一次成功下一次做咩好啊？咁其實如果當你失敗嘅時候，你諗下咧，你每個人咧都係一個 winner 嚟嘅，你每個人咧都成功咁樣係贏咗一億個精子，你先至做到今日嘅。啱啊。OK， 如果唔係你，所以冇一個人係失敗嘅。咁你一出得世，你就已經係成功，點有邊有失敗嘅啫？但係你覺得失敗就是你嘅問題。OK， 因為你失敗咗，你冇喺度嘅啦已經。咁所以咧，當你點樣去睇呢個問題嘅時候咧，我就細個嘅時候，我覺得喺你再回應翻嚟品流複雜呢個咁嘅感覺，我係覺得真係好精彩咯。咁但係當然精彩還精彩啦，你都要食飯嘅。你有冇試過聽日冇飯食嘅感覺？或者冇試過。係咯，我哋嗰陣時聽日冇飯食有，我所以搞到三骨嘅，喺個枕頭個套裡面，然後就藏住啲豆領啊、一毫啊，可以買少少米。OK， 又或者咧個錢鈎咧，有我有冇依家冇豬仔錢鈎噶啦嗬？都有，都仲有，仲係有。我哋啲豬仔錢鈎咧，大隻啲嘅好似，大隻好多，同埋咧我哋好識撩嘅，喺度撩撩撩。咁當出唔到糧，父母即係真係以前啲問題係你唔係話一號有出糧，你唔出糧告佢噶，冇嘅，過一個月都未有糧出都有嘅。咁你到最後用到最後，你點咧？你就要撩呢、這個，你嘅豬仔前鈎，你覺得好偉大啦。因為阿媽嗰啖飯係靠我，老豆嗰飯啖飯靠我，就係、是、打爛個豬仔前鈎，掟米。即係嗰種，其實我覺得係俾我一個好多人好唔中意逆境。我覺得逆境係一個逆念嚟嘅，信念就冇癮嘅，即係人都得嘅嚇。你即係一隻狗都得啦，你俾佢食佢，咁你叫佢開心。你試下佢係冇嘢俾佢食，佢都聽你話，呢個先就係正嘢啊嘛，係嘛？咁我如果係有逆念係唔妥嘅時候，佢都我都自己都仲能夠可以自持嘅，我先就係正嘢喎。如果唔係我淨係有成功啊、考第一啊、做主席啊、乜乜乜，我先就係正嘢咧。好似又即係狗仔都得啦嚇，嗰啲係即係因為動物係有一個叫 behaviorism， 即係有個行為模式㗎，想善份惡，同埋你係。獎賞咧，佢增加你嘅嗰個行為嘅，然後咧你係懲罰佢咧，佢又減低嗰個行為嘅，有啲短暫，有啲長久啲。咁呢個係任何動物與生俱來都係咁樣嚟到去，我哋可以去 shape， 即係我哋可以去模式化我哋嘅我哋嘅行為同埋你甚至嘅思想同埋你嘅習慣嘅。咁但係如果你能夠去到打破呢個慣常，無定迎新人類啊嘛。受到懲罰，但係只要個理念係啱嘅，我仍然都能夠繼續堅持，增加我呢、這個去到踏向理念嘅呢一個行為咧，你就可以超，即係起碼第一步超越咗自己先。如果唔係，我哋只不過做翻一個好 animalistic、好動物化嗰啲，啊就獎賞我就好嘢啦，我做多啲啦，做多啲乖啦。我曾經同我仔講過啦，我諗佢都唔聽噶啦，即係我話如果你係。即係佢係一個，即係又唔可以講佢太多嘅啫。即係咁啊，所以佢係屋企叻嘅。OK， 咁樣咧，但係叻即係跳班，咁你都有個
總有個同你同，即係總有係辛苦。如果你做某啲學科，咁佢就又係做精神科嘅。佢喺23歲啫，咁啊做精神科醫生。啱啱畢業喎。做咗精神科醫生啦。OK， 即係做咗精神科 training 第一年啦，應該佢係16歲幾入 U 嘅。咁但係個問題唔係咁啊，當你細個入 U 咧，但我經歷過呢樣嘢，我就經歷過當你唔係呢個年齡入去嗰班咧。我第一次我是降班的，我是考尾二的。你說有沒有自卑？有。 OK， 全家人看到你笑你的。當你有一，我慢慢再講你，即是說講幾多，講10小時都可以。但是講回，即是 我想回應那個，你要怎樣突破自己，還有你真的要向著你的目標去進發，還有真的什麼叫愛呢？愛是不是對你好，對他愛你呢？嗯。那 我自己覺得有很好相反的意見，我覺得即係，如果大愛是一種付出，是一種不是要誒俾咩你，你先至俾翻咩佢。咁最大即係最純潔的愛，我覺得就是父母的愛啦。無論你的仔女係點，你父母都愛佢嘅。但係倒翻轉頭未必嘅喎嚇，啲仔女對父母就係有好嘢就愛你，唔好嘢就嬲你係嘛。咁啊，咁記得我當佢讀書頗為辛苦又讀緊嘅時候，我覺得佢好大壓力好大。小麦同学正正咧就有呢方面嘅问题想问你。好啊，你会唔会即系惊俾人哋歧视？即、就、系、是、根据我哋呢个无定型新人类而，即系会唔会因为惊俾人歧视而唔敢讲你细个嘅经历咧？歧视系出于咩先？即系因为你呢个复杂嘅环境度，出于无知啦。所有歧视都系出于无知嘅。我点解我唔系好明咧？出自复杂嘅环境，然后我就怕。同人講，我唔知幾中意同人講，即係點解？唔，你知唔知依家好得意嘅？有啲人專登咧走去即係選嘢咧，我出於泥而不染。OK， 我原本係讀寫障礙嘅，我原本有殘障嘅，所以我依家咧特別犀利啦。咁，我覺得要做一個平凡人，然後要突出，甚至乎如果你喺一個係你老豆老母好叻、好有地位、好有錢，而你再突出嗰個先仲難。OK， 你喺你本来大家都即系你系人哋觉得你跳一尺嘅啫，你跳到尺半咁啊，大家拍手掌，跳到两尺哇一倍，哇好嘢咁，唔使噶。OK， 人哋跳四尺几五尺，我啊跳到，总之系赢自己系最重要啦。咁所以第一，我就真系我从来冇谂过话，有啲人会咁谂嘅，但我觉得佢已经受咗个思想嘅框框。我系唔系会唔敢同人讲我的过往呢？我都講咗好多次啊！我但係即係人哋會覺得哇，你唔係咩好家族咩？大家嗰陣時好少嗰啲咩家族嘅啫，依家就家族啦。但係大家族多數都係即係嚇，即係唔係為人服務而得翻嚟啊嘛？即係你嗰個係為利服務得翻嚟咁先叫大家族。咁即係有時會好，你覺得好唏噓嘅。我哋嘅年代咧，其實係你向往咩嘅人咧？咁你將來要成為咩嘅人？我係向往。一啲木讷、默默耕耘、讲嘢唔叻，但系做就做好晒啲嘢，又静鸡鸡，又继续做第二样嘢，不居功，不骄傲，你都唔知佢喺边度，佢已经搞掂嗰件事。我系中意，咁所以我将来大个咗，我系会系继续做呢一啲非逆人乃逆于人，一啲即系你觉得哇啲真英雄。讲好简单，你嘅依家系人都想做商业，系嘛商界。我哋嘅年代咧，系人都想做幾樣嘢嘅啫，醫生、社工、OK、律師，同埋後來咧做 hotel， 即係做呢、這個慢慢改變。即係我大個少少啲人就是，你發覺醫生係中下階層，即係其實係好辛苦。你以個 number 翻，即係你要嗰個時間去咧，你係個 dedication。即係我成日講，如果你以個醫生。以你的努力，以你讀書，以你的成長，以你在社會，即是你在那個 IQ 或者你的智力的階層那裡，你得到的回報其實是相對地低的。你付多少努力啊？你然後呢，然後你是應該是社會，如果是社會階梯裡面考試是最厲害的那堆，你才入醫生。但是得到的人工未必是，但初初入了而已，但做商界就不用了。但我告訴你，社會時代是一個擺陀來的，永遠蕩來覆去。曾經話做 hotel 嗰啲咧，後來做社工嗰啲咧，後來好慘，冇即係嗰個
砰一声啲人涌晒入去，跟住好色眉，但系嗰班人好叻噶喎。喺我哋嘅年代啊，呢班做社工嗰班先叻啊。所以你发觉，但系如果你用金钱去衡量佢，你唔会觉得你向往；但系你用佢对社会嘅贡献衡量佢，你向往到极啊。你唔肯帮嘅，佢哋去帮；你觉得厌恶嘅，佢哋都去帮。我觉得系好，我好欣赏呢类。咁所以，即系你问我究竟即系有咩转捩点？我谂我嘅你咪问转捩点啊？因为问乜嘢？系啊，你问我即系梗有啲入客即系有啲转变。我谂我一路就不断去活出自我，我唔会介意。我即系我中意逆念添，但系当然系会自卑嘅初初。当然，但我唔会系放弃嘅。我当然系会即系。希望成功的，但我真的不怕失败。然后究竟有什么转捩点？我想我转捩点就是没有转捩点了。